超级星期天，民进党大咖一次排开齐聚民主圣地。总统好，因为咱高雄按东华时代，都经过美丽岛事件、用血、目屎、用勇气，为台湾争取民主。强烈高呼国会一定要过半，既然来到高雄，赖萧佩不约而同都提到了那个男人。如果他们国会过半，韩国瑜就是立法院院长，大家同意吗？大家同意吗？不同意的人请举手。四年前高雄人看清韩国瑜，拒绝他，罢免他，在这次我们要让民进党国会过半。各位乡亲，我没有办法想象我在未来要面对这些外国朋友，我要怎么跟他们解释我们的国会议长曾经用膝盖走路？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解释我们的议长喜欢娱乐讲大话。黄金周末最后一晚，总统蔡英文也赶到现场。为什么我来到高雄？因为陈其迈市长说，总统，我们高雄要冲全国最高票，叫我一定要来，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民进党宣传广告在路上的三位主角同台，另外前行政院长苏贞昌的撞球杆也再度登场。请看，2008年，台湾人给马英九机会，结果他8年都是红字啊。全力拼对手，绿营要在高雄拼巩固基本盘。TVBS 新闻吴正耿、吴玉良、谢文祥、刘婷莲小组高雄报道。1月13号 ，TVBS 新闻网开票特别报道 ，Facebook、YouTube 同步直播。下午3点，一切准备就绪。下午4点，最及时准确的开票。下午6点，大局已定，带给您现场第一手观察。晚上8点，政治新局，美中台关系带给你最深入分析。1月13，锁定 TVBS 新闻网。